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21号将会停靠香港补给。中国当局准许美国军舰停靠香港，被认为是缓和美中关系的一个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个月底将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20国集团高峰会议上，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香港的海事处在星期二发布了里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即将停靠香港的消息，话四艘美国军舰，包括里根号航空母舰、前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本福尔德号驱逐舰以及科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将会在21号停靠香港。中国政府是否同意美国军舰停靠香港的决定，经常被认为同美中关系的状况联系一切。今年9月，在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正在紧张之际，中国拒绝了美国两栖攻击舰黄蜂号访问香港。2016年，美中两国因为南中国海问题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并没有准许美国航空母舰约翰史坦尼斯号航母停靠香港。